来看女子歌唱团体 SHE 成立十一年，昨暗三人又搁伫小巨蛋开演唱会，尤其进前互受伤的 Selina， 讲伊等即阵等真久啊。曾班真多摇滚女剑士的模样 ，SHE 回来了。看不到，找不到，等不到你的 hero， 为何不做自己，只守成天的时候？你可以，我可以，为自己鼓掌高呼。虚弱小女王，威武着骄傲。在经过 Selina 被受伤了后，歌迷等了四年，终于再回来到小巨蛋，台顶台下拢真感动。才一开始啊，尔 Selina 就熬滴。我觉得我肾上腺素分泌的大概有十个人的量，一次冲在我的体内。然后我觉得今天这一场演唱会对我们三个人意义很非凡，尤其是对中间的这位 Selina， 来，你跟大家说说话吧。想逼哭我哈？其实你自己已经眼眶在红。蛮简单的啊，是。是，就是满满的感谢。为着这场演唱会，三个人连了几个月，唱片公司也特别送予现场歌迷互动式的荧光棒，再来是演唱版歌。三个人不但换穿长洋装，演唱会也行高科技路线，采用普康立体投影技术，开了750万，能看到 SHE 出现真侪分身，甚至有四年前的家己，看时空对唱来跳舞，加上安可总共带来36首的歌曲，也让歌迷度过一个真美好的暗暝。记者综合报道。